你先歇一歇，跟山田说一声，下一个就轮到他了。 林大哥，又弄两匹马，你要是再出去执行几次任务啊，我们还能再建一个骑兵队呢。这都是顺手的事儿，弄几匹马算个啥呀？林大哥，你给我讲讲呗。讲什么？嗯，弄马的事儿呗。有什么好讲的？啊，对了，林大哥，一会儿麻烦你去一趟队部，把这个事件经过跟老邓汇报一下。汇报？ 组织程序吗？好，汇报。好，哎，张保长死了，又是林继峰干的。奇怪，如果是他，难道他又和八路军交在一起了？他怎么会和八路军在一起呢？上次的伏击。 他不就已经和八路军在一起了吗？不用管他，他找不到我，就在外面胡来了。宋建军，我们要对付的是八路军，而不是他这样的小小的刺客。正好，也给李金堂一个表现的机会。李金堂不是不愿意合作吗？ 那就让他去进攻双峰镇。你还不想认他吗？他毕竟是你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。如果他知道我是他妹妹，就只有两种结果：要么他带我走。 我现在是名战地医生，怎么能说走就走呢？他一定把你认出来了。你再担心他。当年日本人占领村子，爷爷让他带我躲到山上去。我当时害怕极了，他是我唯一的依靠啊。可是他却丢下我。我当时还在发烧。 只有我一个人，我以为他已经死了，没想到他会突然出现。这些都不是你不认他的理由，不是。
咱可说好了，我给你松绑，你好好吃饭，啊。你这个人怎么可以？哎，说好的好好吃饭。你这人怎么可以这样？硬把人绑来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先吃饭。嗯。我要回去。我要带你回家。来来来，再来十碗。妹妹送到安全的地方再说。有了妹妹，什么都忘了。忘不了你。嘿，这小子。大哥，这是我一个兄弟，兄弟啊，一起的啊。嗯，好啊，走走走，杨明子。老总，你看，一点都没系好。啊，嗯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走，这儿，走啊走啊，喝酒。你他妈想瞒黄果果？杨明子，滚滚滚，滚着滚着，下一个。两针一袋子，什么一袋子？李弟，过来，你说说，过来。
一他，红军一他，红军怎么了？红军一他被鬼子给抓了。今天晚上行动没问题，说好，走走。你们去哪儿？去救洪吉达。不能去。不是你妹妹，你当然不着急了。好，你去吧，去了就等于害了他。至少目前，日本人还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。所以他还是安全的。可是如果你去了，你万一失手了呢？你不就等于害了他吗？就算你把他救出来了，一样是引起了日本人的注意。于是乎，我们一个都跑不掉。老林大哥，咱们冷静一点，一起想这个办法不好吗？张兄弟。不是我不愿意帮你这忙啊，只是这个事儿万一要是漏了，你我可都担待不起啊！上次就是因为林继峰的事儿啊，弄得我损失惨重啊！就连那日本鬼子现在都盯上我了。这次我要是帮了你，这样，李县长。我知道这个事儿确实让您为难了，您也不易。这样，如果您这次帮了我，我也帮您做件事儿。日后，果真是我们两军对垒，短兵相接，啊，您会用得上的。爸，老爷，你说，老爷，哎呀，老爷，不好了，出事儿了。什么事儿？慢慢说。少奶奶胎位不正，接生婆也没办法，现在肚子疼得厉害。老爷，您快去看看吧。我去看看有什么用啊？啊，他妈我又不会接生，肚子疼找大夫去，快去。找了，可是大夫都是男的。大兄弟，军医是个女的。对，而且她是正规医学院毕业的，尊夫人的情况她完全可以解决。这是真的，是是是，他真是我从上海请来的大夫。这不，我三姨太坐胎不稳吗？要不是派去接他的人去迟了，他对这地方又不熟，也不会在路上发生这种误会的。
张副官，你去给红大夫买身新衣服。是。大夫，走吧。这位是，我是随军军医，大佐十分关心尊夫人身体，特意令我随行。哦，啊，请请请请。老爷，老爷，老爷怎么样了？恭喜老爷。少奶奶生了个男孩，母子平安。太好了！洪大夫怎么样？夫人已经没有大碍了，多进补些就可以了，还是要放。很好，李先生，您这位大夫十分高明，我可以回去向长官复命。老爷，老爷，什么事啊？老爷，外边有个叫张伟的人，说是老爷的朋友，想要见您。让他进来。怎么了？他身边跟着林继峰呢，怕什么啊？一块儿进来。是老爷。请。啊，张队长，谢谢谢谢谢谢。来来来，请二位。好，请。管家，看座。是老爷，请进。李先生，坐。请问八路军何时攻打双峰镇的？尽快。所以我们在攻打双峰镇的时候，还是有劳李县长的手下的护卫团不要开枪，这样避免我们双方都受损失。好说，好说啊。最近，山田也一直在催促我攻打八路军，啊，想拿我当炮灰，没那么容易。不过兄弟的心思，我也很清楚。那我就不客气了啊，两个条件。好啊，李县长如果真心想合作的话，咱们当然可以谈条件了。您看，山田现在上台，整个双峰镇的环境就变了，所以我们八路军是一定要拿下双峰镇的。李县长，咱们都是中国人，我军一贯反对自相残杀，主张合作。所以今天您有什么样的条件，但提无妨。好啊，第一，要保证我李家祠堂丝毫不受到损害。啊，这个没问题。第二，冯马杆的人一个都不能剩。这家伙原来就是个土匪呀。在此祸害我们乡里多年了，啊，我们家老爷子就被他给绑过呀。后来经过千方的营救，回到了家里，可是连怕带气，没过几天就死了。啊，这个暂且不说了。如今日本人来了啊，他又投靠了日本鬼子，打着日本鬼子的旗号，更加的迫害的百姓啊。兄弟。我也不想当走狗啊，可是要想在路东啊站稳脚自保，就得忍气吞声啊。所以八路军一旦进双峰镇，绝对不能放过他一兵一卒，至少让他元气大伤。这个肯定是更没问题了。对于这样的土匪，我们一定是不会心慈手软。好，那就这么定了，具体回头咱们再细谈吧。哦，那
我们先行告辞。好好好，好，告辞了。哎，不送不送。对，张队长，还有一事。管家，一会儿带着张队长去见一下我们那位客人。是，老爷。张兄弟，有句话我得说在前头，跟你心里头有一个准备呀。你们那位女军医，好像让日本鬼子给糟蹋了。起来喝点药。实在太谢谢你啊，洪大夫。我是明医生，这是我分内的事。好好休息吧。平安就好。必须处理林继峰。我认为，我们不能轻率地做出处理决定。林继峰他们还不是八路军战士，我们怎么处理？你不是也曾经对我说过，林继峰他们不是八路军的人，我们不能用八路军的军法去处置他们吗？他绑架了红军医。这件事情是要处理。小安，有。跑步去请林医师来。是。除了林继峰，我认为要批评和处理的是你。你去营救红军医，为什么不跟我商量？你是队长，如果出了问题，部队谁来带？张伟呀，革命不能靠义气，部队也不是收容所。报告，少尉，林医师到了。哦，请。林医生，啊，来，请坐。林医师，咱们长话短说。你来我们这儿有一阵子了。我们八路军是有组织、有纪律的部队，像你这样的江湖大侠，我们恐怕很难长时间的接待下去啊。我不打算走了，你必须走。好，林医师，你不愿意加入我们八路军，我们怎么可能因为你为了红军医而长期的把你留在这儿呢？这没有道理。有没有道理，我也不走了。要不是因为你，鸡蛋能被强奸吗？什么？
小波，给我准备一碗肉，我出去一趟。走。哎，报告。哎，你，老爸，你，老爸，现在陆东一带的八路非常猖狂，我们要竭尽全力消灭他们，来效忠天皇。 饿了，小鹏。老婆，都做好了。林锦峰，你太过分了！你把部队当成什么了？无组织、无纪律。你说骑马就骑马，你说杀人就杀人，这成何体统？我杀的都是日本人。将，政委。 您批评我批评的对，他确实还不是八路军战士，不能用我们的纪律来要求他们。可是该罚还是要罚，就罚他以后别住马棚了吧。嗯。
哎，医生。哎，张伟这个报告实在是太好了。好，咱们正愁双方镇这块硬骨头难啃呢，没想到现在可以兵不血刃，顺利的给他拿下来。是啊，张伟啊，我还真没有想到和李金堂合作，真让你给谈成了，太好了。既然李金堂同意撤兵，啊，双方镇拱手让给咱们，那咱们目前唯一要准备的，就是集中兵力，痛歼冯马杆的驻军。对。不过，张伟啊，到，你私自带人去救红军医，还是要受处分的。我明白。组织决定，给你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，这次双峰镇就由你负责，顺利的把它拿下来。我保证完成好组织交给我的任务。嗯。哎呀，你别乱动，放回去。你能不能离我远点？别在这儿碍事儿。真是的。我碍事儿？我没觉得碍事儿啊，不碍事儿。哎，我帮你来。你们怎么还不走啊？你看我们在这儿也不碍事。再说了，老大想留在这儿。我也想留在这儿。你们又不是八路军，留在这儿干嘛？那腿长在我身上，那是走是留是我说了算吧。行，那你呀，把我这收拾好的拿到那边去。哎，没问题。妹子，嗯，这送哪儿去啊？那个病房。哦，好。哎，妹子，嗯，我觉得你这个头啊，应该弄一下，烫一下，烫成那种小小的。为什么呀？好看呗，啊，你试试。小哥，小哥，哎，怎么了，小杰？铁丝扎上了。哎呀，小子崽子，表现不错吧？给我，干嘛用？哎呀，跟你说了你也不懂，那不说不给。嘿。我跟你讲啊，知道老大为什么那么厉害吗？不知道。看见老大戴那个链子了吗？那可是老大的爷爷的爷爷传给他的。我跟你讲，那可是鄂伦春的宝贝啊。你说我要是戴上那个链子的话，那得多厉害呀，是不是？我有个小锁呢，给你得了。嘘，懂个屁呀你，玩去吧。走吧，再找找铁丝啊，去吧。小兔崽子，等会儿。哎，老大，庄老大呢？来活了，真的。把上次那套日军军服带上。嗯，好。往哪儿去呀？老大，我先帮梅子把这个活办了啊，快点。哎，很快的。都有，向右看齐，向前看，小心敌人。政委同志，部队集合完毕，请指示。好，请稍息。站。都准备好了？准备好了。林继峰那边呢？让他跟着卫生队吧。哦。去上海调查他的人走了吗？走了。眼下战斗在即，百事千头万绪，这个林继峰算起来还是个小问题。不过让他跟着卫生队，也算是个编外警卫员吧。那咱们出发吧。好，出发。都有，站，向右转，右转，炮步走。站住！干什么呢？干什么呢？我们今天去打仗了，快快！啊，快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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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哟，哟，吁！好了，你可以通知李银堂，让他撤了。老大，能撤吗？去吧。好，下，你，哎呀，让开，让我走，让我走。哎，你让我行？你不行。你今儿就说破大天了，
我也不能让你出这个门。就让我走吧，李金堂都开拔了，八路军要来了。李金堂开拔了，关你什么事儿啊？啊，你傻呀？这要是八路军来了，你就踏踏实实留这儿，跟着八路军。不行，我打过八路军，要是我留在这儿，八路军把我给逮着了，还不扒了我的皮？这谁敢扒你皮了？我看谁敢扒你皮。刘向那小子他敢吗？他敢吗？哎，刘向他小子要是敢动你一下，我就告他娘去啊！咱不走了啊！哎呀，不行，让我走，见我非走！哎呀，我非走你！干嘛？哎，干嘛？行，走，爱上哪儿上哪儿去。走，我不拦你，走吧。你咋这样呢？报告，讲，所有的岗哨都没有人把守。不对，看来李金堂他们已经撤了呀。不应该呀，不是说所有的岗哨都让李金堂来把守，还有冯马杆的人呢，那会不会有诈？咱们先上前面看看去吧。准备战斗。放下，放下，放下。林大哥，我一看这个大力丸没了，我就知道是你给气跑了。你这唱的是哪一出啊？哎，我跟你说啊，林大哥，你要是影响了我们的作战计划，这个责任你可担待不起啊。赵四，我们已经让李金堂撤退了，再给我们半个小时的时间，不费一枪一弹，我们缴冯马杆的钱。我明白了，那你们去吧。哎，谁有难了？谁有难了？走。哎，走。队长，你怎么能同意让他们去胡闹呢？一会儿你就明白了。走，出发！站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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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到底干什么呢？大左东！哎，干什么？干什么？站好！站好！站好！不知少佐驾到，有失远迎。这是，那个左东秘密的奥林卡口，对吧？是的。哎。太君让你们把武器放到院子里，清点好树木，报给少佐。二是。武器，武器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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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看这个，这个是我们的武器清单。よし。很详细。太君，您会说中国话？不光会说，而且说得很好。飞刀！飞刀！飞刀！不许动！飞刀！蹲下！飞刀！都蹲下！飞刀！林太君，你干得不错呀！这次是多亏了你啊。哎，我还有个任务想给你，能不能帮我守住查镇方面的村口，防止日本人突袭？好，就你身手最好，别人去我还真不放心。那就这样，多加小心。哎，政委啊，哎，这次你可是立了头功啊！只要明天能顶住小鬼子的反扑，双峰镇就是我们的了。头功谈不上，那是林继峰的。行了，您在这儿盯着吧，我上前面看看去。哎，我说啊，你是我们的骑兵队长，你的指挥应该是在这儿，别总往第一线跑啊。我是军事主管，我总得看看那个工事修好了没有。哦，您是不是害怕我跟小鬼子打冲锋啊？放心吧，他们来不了那么快。
好。娘，娘，娘，娘！哎呦，喜子！哎，回来了！回来了！哎呦，娘，喜子，虎子，你们总算回来了，不走了吧？不走了，娘，你知道吗？咱们双峰镇也是解放区了。哎呀，好啊！哦，饿了吧？娘给你们做吃的去啊。不用，我把虎子给您送回来就行了。还有仗要打呢。我也去。哎呀，你呀，留在家里陪娘啊。哎呦，他还小。喜子呀，好不容易回来一趟。娘，这次回来就不走了，我会常回来看您的。那好，娘不留你。哎，走吧。哎，走吧。娘，那我先走了。走吧。鬼子骑兵已经过来了，啊！弟兄们，走！让部队做好准备，强行突破。宋进军，你带你的部队从侧翼包抄，我们在这拖住八路军，你直奔双峰镇。决定这场战斗胜利的不是我这里，而是骑兵能否进双峰镇，切断八路军的退路。嗨，咱们得快一点，争取把山田接到山头底下。快！太阳可打西边出来了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，河马，我跟你这么些年，是第一次看见有仗打的。疯子倒不在第一线，再给我拿点绷带。这儿呢，绷带。这儿也是战场。灯亮的地方应该是指挥所。虽然我们几个人，我愿意为天王献身。我们先做好与敌人同归于尽准备。好，走！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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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我们这次战斗虽然说是胜利了，但付出的代价却很大。看来，我们还是低估了日军骑兵的实力啊！我请求组织处罚我，是我没有完成任务，截住那几个鬼子。不，是我指挥有问题，是我没截住那些骑兵。不，这不能怨你们。张伟啊，看来我们在战前准备的工作做得还不够细致。都是骑兵。 但我们在骑兵的使用上和认识上还远远不如日军。不是说有马骑就是骑兵了。你去忙你的吧，他这里我来。 宋俊逸，哎，政委，忙着呢。政委，好，我有一段时间没来医院看看了，怎么样？情况还好吧？政委，都挺好的，要是药品再多点，那就更好了。<笑>哦，另外还有，另外有什么？你直接说，看看我能不能帮你们解决一下。我是说吧，咱们卫生院的药本来就很紧张。 可是林继峰他们，哎，那个林继峰的伤怎么样了？啊，都快好了，过两天就痊愈了。哦，那就好。嗯。哦，宋军医，你刚才想说什么来着？接着说。政委，我是说吧，咱们卫生院的药本来就很少，可是林继峰他们来了，不是来治伤，就是来拿药，他又不是咱们八路军战士，咱们这么做值吗？<笑>小宋啊，你说的有些道理。 可我们党的政策是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来抗击日本侵略者。林继峰他们几个现在还没有加入我们八路军，但是他们有特殊的本领去杀日本鬼子。在我们双峰这个特殊的地区，有这么几个特殊的人，对我们来说也是有利的。所以说呢，我们对待他们就要像对待自己的亲兄弟一样。 政委，可是他们老搞特殊，这哪像部队啊？万一他要是对咱们部队不怀好意的话，你说，哎，小宋，咱们可不能无缘无故的去怀疑他们呢。我们就应该像对待自己的亲兄弟一样对待他们，相信他们在以后的锻炼中一定会成长起来的。上海方面援助我们的药品明天就要到查镇了，太好了。嗯，可是最近查镇的风声很紧呢，咱们得派人去接应一下。 我亲自去一趟不就完了？你能去当然更好了。到了查镇以后，
尽快的和交通员小郭取得联系。小郭，对，好，这批药品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，一定要做好保密工作，千万不能让鬼子知道。您放心吧。嗯。哦，对了，你去的时候带红军医一块儿去吧，有个女同志啊，好做掩护。好，我走了。好。哦，小安，政委，把这儿整理一下。哎，好。我这酒钱什么时候给我？不是，你快说，快说，下回一起给，好吧？什么下回？你这多长时间？快走，快走！哎，走，走走走！哎，你快点，你走走，进来，下回。怎么回事啊？干嘛呢？大娘，没什么事儿，我是要跟这小兄弟要酒钱。酒钱？对。小婆。刘大娘，出什么事儿了？正好张队长在啊，我倒要找人评评理。你们这个小战士啊，总在我这买酒，本来他是个好主顾，可是这几次呢都赊着。我是想着和气生财啊，也不在乎这几天，可我这也是小买卖，欠了这么多酒钱不给，我们到现在连本儿都收不回来。张队长，您倒是给说说理啊。小婆，快回屋去。这孩子糊涂，忘性大，对不住了啊！他该你多少钱，我给。哎，别留大娘，我来给。他欠了你多少钱？不多，一个大洋。什么？你那卖的是什么酒？部队才来了几天呀、啊？就算天天喝酒，也喝不出这些钱来啊！算了算了，刘大娘，和气生财吧。还是大队长说的是。得，您忙着，我先走。别生气了，刘大娘。哦，对了，我林大哥在吗？啊，刚出门。啊，说是遛马去了。哦，那算了，那我也不在这儿等他了。等他回来以后呢，麻烦您转告他一下，我带他妹妹去查镇执行任务了。嗯，让他别担心，我们晚上就回来。哎，啊，等他回来，我一定告诉他。好，那我走了。哎，好，慢走啊。哎，黄鼠狼，你说你让那李八眼躲在家门口跟你要钱，丢人不丢人？真是乡下人，几个臭酒钱还这么计较。你说谁呢？乡下人怎么了？不是，我没说你。哎呦，你们俩怎么又吵上了？小婆，来。哦。快呀！来呀！来，吃吧。不是，刘大娘，我。哎呀，吃吧吃吧，跟着你林大哥傻鬼子吃了不少苦，来坐这儿吃，吃吧。大娘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哎呦，还客气什么呢？快吃。哎，嗯，好吃。哎呦，慢着点，别噎着。嗯。哎呦。就这么一小碗，解解馋吧。不过，吃是吃啊，让人家李八眼找上门来要钱，是你的不对吧？大娘，其实那事儿不怪我，都是我们老大，每次让我打酒的时候都不给我酒钱，我哪有钱给他打酒啊？再说了，以前我们在上海的时候啊，喝酒从来都不给钱，都是别人请他的。哟。那咱这儿可不比上海啊，我也不知道你们在那儿是怎么生活的，可你到了咱这儿啊，那就得习惯咱这儿的生活。哎，
咱这儿苦是苦了点儿，可咱不都是为了打鬼子吗？嗯，大娘，自从我娘死了以后，就再没有人像您这样说过我了。孩子，这以后呀，就当这儿是你的家一样啊。哎。吃，嗯，走，你吃，你吃吧，吃吧，你吃吧，吃吧，嗯。小郭什么时候到？说是下午4点钟，差不多快到了，咱们再等等吧。哎，我听说你跟你哥相认了。嗯，这是好事啊。现在是乱世，多少家庭流离失所，像你们这样失散多年又重新相聚，实属不易啊。要说你这个哥呀，有的时候鲁莽，有的时候呢胆大心细，甚至是足智多谋，要是能加入咱们那骑兵队，可谓如虎添翼啊。不知道他今天要知道你来的话，肯定担心死了啊。那有什么办法？就我一个人认识小郭。是在一战搜查时没有良民证，就押人这里，只要人来保就可以带走。看来没什么问题，好多人都被保走过。你这样马上给我搞一套地图。以后出来把良民证带上。哎，老爸，你才回来呀？我倒杯水。嗯，相亲去了。你相亲去了？什么？我相亲去了，大力丸相亲去了。然后我去了趟医院。哎，那个洪大姐回来了吧？她去哪儿了？你不知道啊？今天白天张队长说要带洪大姐去查镇执行任务，晚上就回来。还没回来啊？晚上就回来？嗯。
给你吧。你怎么来了？出事了吧？我们有一个新来的交通员叫小郭，负责从上海给我们运送药品，现在被日本人给抓了。人在日本的司令部吗？啊，不，这个地方，中心小学。什么意思？同时被抓的还有不少人，他们说只是因为没有良民证，让亲属或熟人去保人，已经有一些人被保走了，好像只是一个意外。你怎么想？现在日本人还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，但是我老觉得是个圈套。可是不管是人还是药，咱们不能不管吧？但是我们没办法。现在关键是和他联络上。我去吧。方案？有啊。什么？人关在这儿，啊，估计四周都可能是日军的人。你是五叔家的人吗？我是二婶家的。我迷路了。是小郭吗？是，是我。等一下。别动！站住！有情况，快！什么情况？小郭，别管我，你快走，东西在驿站，记住。Thank you.
你怎么来了？我要跟你们在一起。快走！别闹，走！我不走！快走！王六，大哥，哥，小郭呢？他说要你藏在哪儿了吧？他说在驿站，临死的时候说了二和三两个数字，我没明白什么意思。去驿站，快走！报告大佐，这个冯探长，抓到那个八路军的同伙了吗？难道又是林继峰？不过我们的人消灭他们一名交通员。大佐放心，我们的人已经封了城，相信他们跑不掉的。算了，估计现在他们已经逃跑了。林继峰真的和八路军走得很近，看来我还真的要先除了这个家伙，以绝后患。是。今天咱们在这里啊，开一个简单的庆功表彰会，庆贺咱们这次战斗的胜利。这次战斗胜利呢，我们不能不提到足智多谋而又英勇善战的张伟啊。下面我们就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张伟队长给大家讲几句话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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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同志们。其实大家都错了，这次行动我没做什么，但是有一个人他是真正的足智多谋，我不得不提。看来这个人还不太好意思啊。好，我替他说，这次我们集体完成了这个行动，挫败了鬼子的计划。现在我以茶代酒，代表大家竟在这次行动当中牺牲了的小郭同志，今天是庆功会，大家看见我身后有酒。闲话不说了，大伙儿敞开喝，热热闹闹的，好不好？好，小心，倒酒。哎呀！不好了，李爷，李爷。
了，爷？日本人把咱们府给围了，啊！日本人把府上给围上了。哎，啥鬼话？快引粮食！哎呦！太监，哎呀，哎！是不登三宝殿吗？李先生，您是南京汪主席任命的县长，也是我们皇军任命的团长，请注意您的立场。不要再观望了。大东亚共荣事业需要您的力量。太君，这位是我的副官。以后如果有什么需要配合皇军的话，您可以直接下命令，啊，还可以让我亲自带队过去，都可以。李先生是个聪明人，和聪明人说话就是方便。还有一件事，也希望李先生帮我办一下。请讲。帮我把林继峰抓来。李先生，您不要以为我不在二道坎，就什么事情都不知道。您和林继峰的交往，包括我们损失的那批枪，我都清楚是怎么回事。如果你把他抓来，我们就既往不咎了。我尽力，我尽力，我尽力。茶很香，但是太烫。告辞。老爷，太太们都到齐了，就等您过去吃饭了。我不是都说了吗？让他们先吃。老爷，太太们让小的回话，您过去，他们才动筷子。一个山田就够我烦的了，啊！一群老娘们还跟着起哄。山田王八蛋，真够狠的，非要把我拖下水。可惜了了，林继峰，条好汉呐！去吧，把张副官叫来。是老爷。老爷，您叫我。你把这封信亲手交给林继峰。啊，对吧？这是快去快回，我们还等着撒网呢。哦，是。好嘞，吃饭去吧，明天就没心情吃了。大娘，刘向兄弟这么做，可就太欺负人了。他凭啥不要咱家豆子？咱们跟着李金堂去过那二道坎没错，可那不是被逼的吗？再说了，咱们在那儿一没杀过人，二没打过八路。哎，这您是知道的呀，我们对八路军那一直都是很向往的。现在，他说不要咱就不要咱了？不是我说，他现在不就是个民兵队长吗？哼，照我看，这八路里的大官也没他那么霸道。哟，这队伍上的事情我可不知道啊，你跟我说我也不明白呀。这话不能这么说，
刘相他总归是您儿子不是？他就算做了八路大官了，不也得听您这老娘的？您要是替咱们说，你咋这么说话呢？你横什么呀？你要是有志气啊，用得着我来求大娘吗？哎，你干嘛？想打人不是？我你倒是试试啊！哎呀！大娘，我刚才说这话吧，就没走心，您可别往心里去啊！哎，行了行了，别说了，快去追豆子去吧。他那个犟脾气啊，认死理儿。我先走了，大娘。娘，喜子，这怎么回事啊？没事儿。豆子想当兵，我不愿意让这种参加过伪军的人进民兵队。像这种背景不干净的人呢，他不配参加八路军。怎么样，老大？